戏曲节目男主角奖得奖的是薛士林，台湾犯罪故事出轨。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得奖的是蔡淑臻，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。第58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奖得奖的是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基金会。第58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得奖的是李成斌，他和他的他。第58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得奖的是徐伟宁，他和他的他。第58届金钟奖迷你剧集奖得奖的是，恭喜人选之人造浪者。